那接下来我们聊聊 ClickHouse 的一个 join 多表关联啊，就是做一个什么 join。那 join 呢，我们到底说它不好，为什么不好呢？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啊。那我们首先来准备一些表，为啥要准备一些表呢？我用官方两张表 join 不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同学们，但是我的机器可能扛不住啊，所以我要准备一张数据量小一点的表啊。数据量小一点的表，来，这张表呢，我是通过官方的 Visual V1 来的。我干了什么？你看，create table as select 语法熟悉吧？对吧？就是表结构跟你这张表完全一样，但是我只要了你的10000条啊。我用数据量少一点来 join 嘛，啊，我受不了啊。你们受得了的话，就直接不用创建小表了。好，创建好了 V2 啊，然后呢，我再创建一张 join 结果表，为啥？为啥？刚才已经演示过了，如果我 join 完的数据有100万条，那它正常是把结果返回打印在控制台呀，那是不是又跟刚才一样疯狂的刷刷刷刷刷呀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是把的 join 后的结果 insert 到一张表里面去，控制台是不是不会打印结果集，对吧？那我下面这张表创建的目的就在于此啊，就在于此啊 那这张呢，我叫 heads v2。那么你看，我是这么实现的，也是 as select，但是你不是应该要个空表吗？where 1等于零，这也是咱们在生产上经常用的一种方式，就是。Hive 也好，离线数仓也好，你现在有一张表，想要完全复制它的结构，难道你把它建表语句再拷出来执行一遍吗？如果有100多个字段，看着是不是很长？但是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，select 星，然后条件永远不成立，一等于零，是不是数据不会进来，但表结构进来了，表结构进来了，这是一种取巧的方式啊。那其他的这什么 partition by order by。这些这几个设置，我是跟官方建表语句一模一样的啊，一模一样的。好，这两张表建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用 in 代替 join，这个强烈推荐，因为这样是不是避免走 join 呢？大家注意，这是 join。我现在给大家聊一聊，它 join 到底咋做的？它是一个很奇葩的做法，它把表 B 右表完全加载到哪里？内存。大家注意，所有的数据进入到内存里面，所有的数据啊，其实大家能想到，万一这张表太大怎么办？那你就爆了呗，还能怎么办？然后表 A 呢，每一条数据都去查一下内存。这条数据能不能关联上？就是这么 low 的实现方式，从而造成它 join 真的是很不好用啊，很不好用，能理解吗？现在好 基于此，能不用 join 实现，我就不要用 join 实现。那有些场景咱们就可以这么来实，用 in 来代替，比如说这个语法。跟这个语法实现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？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from 这张表我叫它 A，然后呢，根据什么 counter ID 进行关联，就下面这个写法嘛。啊，两张表 join，然后 counter ID 相等，那是不是可以替换成？然后我查的是 A 表的字段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替换成 in 呢？对吧？我先用一个子查询把 B 表的 counter ID 拿到，然后。过滤条件 A 的 ID 在 B 的这个结果集里面就行了呗，对吧？这样比你 join 全表扫描好，你这个最多也就是扫描一列嘛，对吧？来，我们来试一试呢。看时间，你看这明显就慢了吧，2秒多，多少条？处理了500多万条啊，500多万条。那你看啊，你看我这里是不是用 insert into 刚才建的结果表啊？你看这样我控制台打印数据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
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刚才另一种，这个是哪张表在右边呢？ Visits， 我把这一句改造一下，改造成咱们想要的，咱们是不是 V 一呀？刚才二是小表嘛，我建的小表一万条嘛，我现在先用官方的表，这张表 Join 这张表，然后呢 count ID 相等，你再看看它执行多久啊，同样的效果。这个是 in， 这其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吧，是慢多了，这个进度条明显特别特别慢了，你让它慢慢动呗。对吧，慢的有点过分啊，然后把这个语句也粘过来吧，让你们自己去跑一下。返利使用就已在这里，这个怎么变大写了，不好看啊，改一下。好，好了，来对比一下效率。为什么说他不擅长 join？ 你不要作死对吧，不要作死，不要造孽。这个就是咱们能直观最直观感受到一个优化的地方啊，优化的地方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啊，尤其是谈到 ClickHouse join 确实不太行，对吧，就像你谈到签那确实不太行。